这片熟悉的地方，满载不平凡而美丽的故事，你我专属的成长记忆。陈佳怡，我很喜欢你。震撼人心的历史，有情有义的岁月。没穿过高中制服，跳过一次课，还会后悔。每个感动画面，聚焦台湾电影。印象福尔摩沙影展，8月29日起晚上9点，卫视电影台。电影成功的背后，其实开拍第一天就借3000万了。小未敢，我为什么不敢？输了就是一辈子没了。我们这样拍电影，8月26日晚上9点，锁定国家地理频道。National Geographic。